下一位，九班。哎，英哥你好。哎，什么活？我想说就是，LPL 这一辈子也打不过 LCK。啥玩意儿？这俩是？就是英雄联盟，中国英雄联盟分区，他这辈子也打不过韩国。不是，那世界冠军是谁的？英哥是这样的。S 八那一年是王思聪，他带领了一队人拿的首冠。啊，行，去年排名是谁高啊？谁呀？去年咱们是亚军。那谁是冠军呢？韩国。前年呢？韩国。大前年呢？呀，我操！我叫吴继哥。谁搁旁边逼他养脸的呢？你搁那手机搁哪儿？我对象在旁边呢。你给人嘴巴！你说话的时候，你老他不知道说什么话？这个吴继哥、六继哥的。有点不敢。你为什么时候能打过？就是啥时候能做起对象主就能打过了。不，谁到了 IG 不是冠军 ，EDG 不是冠军了？你搁这，就最烦你这种。现实那手指头五个手指头中间跟那个鸭掌怪中间都长蹼了，一打游戏栽个楞的往那一栽。我说白了，你都不如把手空下来把你游戏交给 AI， 你那操作都不抵 AI。完了，一天国际赛事韩国六国的搁那。再一个，前两天讨论电竞环境的时候，那韩国都啥样了？一盆说土豆炖鸡，一盆土豆炖鸡，三拨人吃，先是经理职业人，后面是那啥，后面是那个队里面那个成绩好的，那最差的是都吃不上，哥们儿，那我说不好听的，出去打场别打输了，回来滴溜的枪毙了都得。人家那是命，咱这是玩儿；人家那是职业，咱这是游戏。感谢一颗甜菜大飞机了。那能是一回事吗？